行政院总辞大合照，谁走谁留还在拆。目前已经确定不续任的，包括文化部长郑丽君、国发会主委陈美玲，留任的阁员则有外交部长吴钊燮、内政部长徐国勇、经济部长沈荣津、交通部长林佳龙、教育部长潘文忠以及财政部长苏建荣。毕生最大的荣幸，就是能与各位共事，我非常的谢谢大家，鞠躬尽礼。谢谢你。传出520后内阁人事异动，国发会主委由政务委员龚明鑫接任，经管会、客委会也由副主委转任主委，文化部则是客委会主委李永德接任，科技部长由政务委员吴正中转任。另外最大黑马是他，经管会主委辜立雄卸任后被点名将接下国安会秘书长。国家对在公股行库这个部分，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啊。每天针对这一个相关的这些纾困贷款的进度的执行状况，扛起振兴贷款救企业，辜立雄大炮性格，律师出身，太阳花学院法律咨询人，2016年进入立法院担任不分区，2017接下金管会主委，从不被看好到扭转形象，这次被点名接国安会秘书长，是因为法律财经背景被总统相中，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过后，两岸即将面对的法律经济战，辜立雄也被认为是傅格奎可能人选，这一部分反而补强了过去我们国安会偏重外交跟战略层次，所以不见得是坏事，而且国安会是一个团队行动的单位。目前评估，陈其迈要在罢韩成功后补选高雄市长，辜立雄成为一枚活棋，无缝接轨，力求最快上手。三立新闻吴晨斌、李正道、陈嘉文、周宁台北报道。